还有一个很大的蛋哦，蛋哦，我们把它咬下去哈、哦，来，特姐。啊、大熊火山随时可能爆发，天母北投炸飞，台北城的太阳底下，台北城的太阳底下。现在请支持性专区颜色田胜杰上台发言。我是嘉义市候选人十四号，支持性专区颜色田胜杰，颜色田胜杰。烟圈教学，这个就是电子烟，要吐烟圈的话呢，嘴巴那就 O。烟圈教学，特斯拉说他可以劈裂地球，在100年前就说的。特斯拉说他可以劈裂地球，劈裂地球我也办得到。你劈裂开大同五栋，我就劈裂你的黄石公园，我劈裂你的黄石公园。我去看了一个电影叫做《捍卫战士》，看完那一刻之后，我告诉我自己说，我就是这个捍卫战士，我就是这个捍卫战士。各位全球的地球人，大家好！我发明了海水发电系统，它的能量是无限的，你要有多少电，你就装多少的发电机。各位地球人，大家好！这是从太空站打到地下火山，防卫大屠山需要地质、土石、水文工程认知，还请刘博士是防卫大屠火山第一人选。这是从太空站打到地下火山。这个平台在矽谷是我亲自警报蒋经国总统所成立的地下组织。如果当选市长，我们就让社子考成为全球最棒的养生基地，全球最棒的养生基地。我要将高雄打造成反攻大陆的基地，将高雄打造成反攻大陆的基地。军事的部分照以色列的建军模式，全民皆兵，全民皆兵。共济会接着上场，共济会员朱立伦，共济会员朱立伦，助让我成就大同火山。共济会员朱立伦，我今麦唱的啊，这个是钟馗，钟馗斩妖除魔，除妖关恶力。我今麦唱的啊，这个是钟馗。本身我会出来选的话，是因为神的感召，我每天都读圣经。我会出来选，是因为神的感召。前往西方极乐世界修成正果。舍一智，舍不一空，空不一色，舍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西方极乐世界，舍一智，舍不一空，空不一色。你以为支持了孙悟空可以治理国家？错，猪八戒在吃这个国家，猪八戒在吃这个国家。还有一个很大的蛋哦，蛋哦，我们把它咬下去哈、哦，来，特姐。试着喝蜂蜜柠檬，我会推广蜂蜜柠檬，是因为不舍众生之苦。试着喝蜂蜜柠檬，